下午趁着孩子都在家，带着他们再去选窗去。咱现在呢，先做点饭吃，你想吃啥？烧麦。哎呦，异口同声，我也想吃。来吧，搞点烧麦吃。你看这冰箱里边满满当当的，啥东西都有。来两包这个芝士的，我觉得芝士特别好吃。对，我也感觉。啊，没样子，其他的再来几个口味吧。铺上一层笼布，这样烧麦的话它就不粘了。放肉烧麦。这个烧麦老大一个了。你分开一点放哈，它蒸的话会变大的，中间得留点距离，也不需要解冻，可省事了，直接拿出来就往里一蒸就行。爸爸，你给我弄两个那个大鸡腿吃，你爸爸。哎呦，咱东西多，我得给你爸爸。慢慢的，这个是。行，就这两个吧。好嘞。哎呦，这个鸡腿那么大，战斧大鸡腿，直接烤吧，这样抱着啃也可爽喽。哇，烧麦出锅了，热气腾腾呀。全部都是这种纸皮烧麦，搁这皮全部看到里面的血了。这个烧麦真的是吃一次香三天。哇塞，馋死我，赶紧来一个。哇，慢慢的哈，有点烫，刚蒸好的。哇塞，哇！哎呦，这丝拉那么长。哎呦，这个最过瘾了，我可喜欢吃这芝士的了。我也是。嗯，巨香巨香的。嗯。真好吃，主要它这个里面馅料哈，咱说实话调的是真好吃，有木耳丁，有肉丁，还有玉米丁。嗯，你看那吃都香得很。嗯，这个芝士吃的巨过瘾，这个里面有那个肉丁，所以它一整个这个米哈就是糯香糯香的，这个是散丁的。嗯，可好吃了，你看它这个皮几乎你都看不见皮，一分皮九分馅。再来一个。哇，我这是蛋黄嘞。哇，哎呦，这个蛋黄满满的蛋黄。哎呦，啊，一整个。哎呦，我还没吃，你到底吃完了？谁捡的就是谁的，特别香着呢。俺天天上学，奶奶都给俺蒸着这个吃，可好吃了。鸡腿还没烤好吗，妈妈？先吃这个吧，鸡腿还得等一会。哇，这个芝士的真的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个芝士的。看我又中奖了，又吃一个蛋黄嘞。哎呦，里边料是真足，特别香。早上的时候。做起来又省事，吃起来还香。多吃一点哈，咱下午溜着看窗的时候可能得溜好几个小时。嗯，好嘞。这个芝士烧麦是真好吃。那肯定好吃，这一盘子都剩四个了。尤其是这个芝士的一定要尝试一下子，真的是巨过瘾。它每一个都是皮薄馅厚的，早上给孩子做个当个早餐，或者咱上麦的话直接一蒸都行了，喷香喷香的，赶紧尝试一下。这我吃第四个了。你真能吃，咋那么馋？好吃哦。哎呦，俺老奶有那一个。我也是第四个。可好吃了，真的。